怎么这么点血呀？600多血吗？他这把俺们家有个飞机，我的天哪！这阵容也太垃圾了，全靠俺们一个人啊，8把人，飞机，塞纳，天哪！下路应该是双排，下路不双排不可能选这俩玩意儿了。下路不双排，这俩玩意儿没个配合。神王，神王是吧？先打你骸骨，神王。把你骸骨给你打掉，一 A 平 A 平 A 平 A 吃药，平 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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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 A 干啥呢？挺有意思啊。拽不着，抠你一下，平 A 压了，先来个耀光。700块，这玩意儿推线也太快了，炮车兵让他推的这么快，小亏了呀，有个炮车没吃到，难受啊。咋总差钱呢？没办法，真没办法。每回回家都差点钱，我觉得就应该点个欠债。一你骸骨也没遇到。骸骨呀，又没一刀，抠你骸骨，平 A， 一你平 A，W 平 A， 抠一下，平 A， 平 A， 平 A， 一走，闪现，抠点烟死。哦呦，死了吧！还好我努力的套上了一个点烟，他应该会推线啊。我们先等一等，等个小小药瓶。4-1了，挺好。8把人玩的不错呀。这个艾克这波再来，我想一想啊，我还是插个眼儿吧，就防止他再来吧。
其实他来我不算太害怕。把这骸骨先给他打了。抽你一下，打一定会打我。但这边还行，一下。抽一下。哦，我也有骸骨啊。哇，你升了，升的真快呀！你有皮骸吗？我想知道盖伦有没有闪，有吧？有闪，有闪也不一定有用。先抠，爬吧溜走，这不能回头了啊！先假装打不过，等一下技能吸地，知道吧？让他以为我们这波升不了，等个九秒钟他追不上，没事。把兵线卡在塔前。直接一抠 R 转起来，二银转，麻烦溜，规避伤害 ，AQ 再转，平 A 接 Q， 接平 A， 接平 A。他如果是 QR， 可能能打得过我。这波等一下啊，等小兵出来，我们好推。吃一层塔皮，溜了。我也来个这个。你说猴能满野杀人呢？因为这也就这一套斩杀技了。满血杀人的也有啊，刀锋这不都能吗？你想跟我刚？炮车好像丢了，你的也丢了，那我们就不亏。让我扣一下 ，EA， 艾克来了。艾克没来，盖伦不会这么玩儿，百分之百来了，让他来来，躲避一下，他打不过我的艾克，艾克来了也只能是把盖伦给害死。我一看我们家下路干起来了，我就知道他们家打野不可能啥也不干，他百分之百要往上路跑。假猴给我吃成塔皮 ，OK， 差点前三项，等一会儿，再插个眼儿。
小男人这种行为这飞机打得可以啊，他居然能杀卡萨丁，我要三项了兄弟，这得回家了。你能飞这么远啊？哎呀，我感觉八百人刚才如果能把他拉着的概率应该是死了，因为我马上到了。飞机终究是这个下场啊，嗖一下，嗖一下，嗖一下，一 A 打过溜走。嗖一下。抠一下，回家了，吃打鼻。再见，我溜了。他不敢动我。哎呀，我操！敢瞧我！这不杀你是不行了，我一看呢，啊，这不杀你是不行了，跟我二人转，为什么要瞅我？我明明都要回去了，为什么非得瞅我一下？还瞅不瞅？这把出水银海，这怎么能放了呢？八把人儿，凭什么给他们？打个峡谷先锋呢？咱先把上路线收一下啊，收完我再打这个峡谷。漂亮。完了，盖伦被骂了。盖伦去中把卡萨丁害死，指定得让卡萨丁骂。你看着呢。你们没人管，这二塔可没了啊。
把这个打了，红油啊！我们去把峡谷打了，这样中塔就能没，中塔一没我们就好打了。这个游戏只要中路防御塔没了，就比较的好打，就能打开局面了，没有眼儿就行。吃两口屎，去一波中。别顶了，快快快快快，来这顶！我就没明白这卡萨丁防什么东西，谁允许你守的塔？上高地，和如果他不死，我就闪现上去把他杀了。你允许的呀，你允许这卡萨丁在这里狂的呀，原来是你呀，把他给我封了。你敢允许卡萨丁在这里狂，我的天，给你狂的跳弹。我犹如天降魔神，我是天上降魔主，真是人间太岁神。什么意思？维鲁斯，维鲁斯已经放弃了。